国伦小编看完金曲捞后开始关注黄国伦老师。黄国伦老师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原创歌手，为了完成梦想，黄国伦老师在鸟巢开演唱会，当时88元、188元都是在场外，而场内没有卖出一张票，导致黄国伦只能在外场演出，几万人的场地只卖出了3000张票，亏损了1000万，结果成史上最尴尬的鸟巢演唱会。庞麦郎因一首我都滑板鞋迅速走红，走红原因并不是实力，而是哗众取宠。走红后的庞麦郎在杭州开演唱会，表演1个小时，共9首歌，换了6套衣服，场内一共7名观众，保安都比观众多，一共14名。于是2名保安照看观众，怕观众跑了。庞麦郎因一首我都滑板鞋迅速走红，走红原因并不是实力，而是哗众取宠。走红后的庞麦郎在杭州开演唱会，表演1个小时，共9首歌，换了6套衣服，场内一共7名观众，保安都比观众多，一共14名。于是2名保安照看观众，怕观众跑了。邓紫棋是通过《我是歌手》走向爆火，磁性有力的嗓音，唱功一流，极具舞台特色。虽然国内可以吃得消，但国外还欠缺国后。据了解，邓紫棋在海外开演唱会，免费在外面送票还是没有人看，导致演唱会十分惨淡。王心凌，台湾著名艺人，小编是从《微笑百事达》那部偶像剧开始关注王心凌。前几年的时候，王心凌确实很火，但是如今她的全球演唱会成都站售票进行到第5天才卖出去不到10成的门票，最后更是买票送荧光棒。罗大佑音乐教主罗大佑。